慢，你看咱过去咱教育咱的囡仔，就是爱五伦教育。你看即马执政党哦，对这个五伦教育、伦理道德教育，通通抹杀掉。要安怎叫咱教咱的子孙？咱哦三代业绩，一代改空。所以即马这个傲慢的执政党，我们要不要下架他？要。让国民党，我们庶民总统韩国瑜。到总统，进到总统，让我们最优秀的洪孟楷代表我们泰山林口五个所在六个地方的选区，六个地方选，这有够宽，这里优秀的立法委员好选呢，大家支持不？要不要？要。我们的市长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转界改全世界，我操，叫你管的支持度的，叫你接近庶民的这样的市长，我们要请他来上台讲话。我给大家报告，现在咱的执政党哦，已经无法无天，全世界哦，第四权都是这样媒体，媒体哦都是在监督执政的，敢那独独台湾90%以上的媒体第四权在监督在野党，你大纲对套账马个暗，都马个套挂名啊。拢咧骂咱的国民党，全世界到有这种执政党，所以咱吼即摆遐民调拢免甲看，咱吼真真正正接贴近民意的庶民总统就是韩国瑜，咱吼这边爱角气，我们让我们庶民总统进到这，让台湾翻转，下架傲慢、权力傲慢的民进党，拜托大家各一票，咱这边有三票，一票是总统选举。一票是立法委员，一票是政党票，所以各位有三票，这三票拜托大家来支持咱国民党提名的总统、庶民总统，国民党提名的洪孟楷，甲其他11个选举的立法委员。第三张票政党票支持咱国民党，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现在我们最重要，我们欢迎我们最贴近民意。民意支持度达到80%的侯友宜侯市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来，有请我们邀请他跟我们真正的一个动算姐来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就请。好，洪孟楷。洪孟楷。动算。洪孟楷。动算。洪孟楷。动算。孟楷，孟楷，洪孟楷。动算，动算，洪孟楷。韩国瑜。韩国瑜，动算。韩国瑜，动算。韩国瑜，动算。国瑜，国瑜，韩国瑜，动算，动算，韩国瑜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主委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接着下来，我们邀请我们新北市市长，我们的侯友宜侯市长，与你对啊，我们主委有共，多来专顾。